主席，这英明领导下，伊可实现了。 身披着天风海涛，脚踏着世纪风云，中国南方之强厦门大学走过了百年征程，百载春秋时至辉煌。这是厦门大学发展的里程碑，这是厦大人继往开来的新起点。 1919年5月，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回到故乡创办厦门大学。1921年4月6日，中国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厦门大学宣告成立。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此有了正确的道路、正确的航向。为了40000000只民族不居人之下，为了中华崇光之一日，陈嘉庚立下世界之大学宏愿。 制定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的办学宗旨，在民族危难之际，竖起一面教育救国的铮铮之旗。 100年来，厦大人秉持嘉庚先生为吾国放一异彩初心，爱党爱国爱校。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跨越过一个又一个历史关节点，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飞跃。创校初期。 林文庆校长以与世界各大学相协行的至诚智勇，广揽英才，筚路蓝缕，用16年的时间，将厦门大学建成办理完善、成绩斐然的多科性大学。
抗战烽烟中，萨本东校长临危受命，率领厦大人奥利米西勇于担当，用南方之强的脊梁肩起中国高等教育的半壁东南。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校长不负使命，带领厦大人书写人民大学的历史新篇，迈开国家重点大学的步履，行进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一方阵。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置身经济特区的厦门大学应改革而发展，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勇立潮头，先试先行，发挥侨台特海优势，在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道路上，实现中国高等教育一个个专项计划的历史性跨越。走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厦门大学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历史使命扛在肩上，发扬海洋、海峡、海丝优势，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教育强国蓝图，高举旗帜，书写南方之强心的奋进之笔。百年树人沧桑巨变，在弘扬校主志怀祖国、惜图报效的家国情怀中，厦门大学锤炼出爱国、革命、自强、科学的厦大精神，以德立人、三权育人，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多样化、高质量的教育教学体系，凸显出一流高校国之重器的作用。火红的凤凰花下，百年厦大培养出一代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锻造出一批批为民族复兴、为人类进步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 IQA 厦大模式，一流本科教学的锤炼打造，十大育人体系亮出了厦大教书育人的亮丽风景线。在与祖国与时代共命运相携行的征程上，厦门大学群贤毕至的传统延绵不断，人才强校战略枝繁叶茂，汇聚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人才，组建起具有突出创新能力的学术团队，铸就国家协同创新中心、国家创新平台、国家核心智库的科学引领，一个个原创性重大理论在科学前沿亮相，一项项重大成果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对准了国家和经济主战场的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厦门大学勇于担当，创新发明，点亮了健康中国跻身世界前沿的希望。顶天立地，厦大的学科建设辉映着南方之强的硬核实力，鹰雁未起，更多的厦大人在国际舞台上讲述着中国人的传奇。面朝大海，海纳百川，从创校开始，厦门大学便是一所阐扬世界文化、博集中西精华的开放性现代大学。
100年来，厦大沿着陈嘉庚先生中西不偏废、尤为重视国学的思想，从最早担起祖国培养海外华侨子弟重任，到成为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开放性大学。厦大与世界名校的实质性合作越来越紧密，越来越频繁。美丽的校园活跃着越来越多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厦大学子。厦大马来西亚分校的创建，开创了中国一流大学走出去办学的先河，成为一颗镶嵌在一带一路上的璀璨明珠。厦门大学的国际中文教育为高校服务中华文化走进世界做出示范，做出表率。走进世界的厦门大学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架设起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桥梁。知无知于无央，充无爱于无疆。100年来，厦门大学的校歌回响在时代善变的风云中，红色的基因、自强不息的个性、大爱无疆的情怀、感恩报效的情操，已经积淀为一种南墙文化，流淌在每个厦大人的生命血液之中。厦大百年校庆，信逢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耕两个世纪跨越，筑两个百年梦想。厦门大学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一流党建引领一流大学建设。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厦门大学将以更高的历史站位和更大的时代担当，扎根中国大地，昂首屹立世界一流大学之林。八面潮涌，怒江东去，美丽的东海之滨，放飞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教育强国梦想。